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P8 防御详定三，集中重点兵力元神安固诸方之助援活动攻略助援，取得方式防御详定进攻详定元神 4.7。好的，这一边防御第三关来开始。好，这边是左右两路，然后我们先来左路，左路放一个牛头人，再放一个丘丘人。好的，然后来到右路，右路这一边是这个海马克蚊子来开始。好，右路出现了一个漂浮灵，把右路的漂浮灵用技能给它秒掉。哎，好的，然后我们回来捡起右路爆掉的这个晶片放到左路。哇，哎，这个塔安在左路，哦，用这招对付你要。这一招对付你，把这个蚊子捡起来，蚊子放在左路，幽灵这边雷史莱姆来放在右路。好的，下一波，然后右路如果出现漂浮，我们就把它秒掉，用这个E技能。这边出现漂浮灵还是火系的，火系我们先不管。终于还是，好的，右路现在安全，把这晶片捡起来，把这个蛤蟆来放在左路，是左路爆掉一个打手，打手求求我们来给他放在右路，啊，放不下去，那算了，那就不管他了。第三波，你上野好啊，左路还爆了一个啊，冰塔来，把冰塔放在右路，这回对称了。右路出现了一个冰漂浮灵，一技能秒掉。这边的雷士莱姆癌，一技能烧掉，然后爆掉一个海马。海马，我们来给它放在左路，能放吗？放不了。跳跃键是那个取消选中啊，给我倒下。哎，你好的，左路的泡泡海马没了，我走。这边再放一个技能，许再捡起来，放一个水塔和。然后再把海马放进来。嗯，然后这边再来到左侧，我们再在左路放一个牛头人或者丘丘人，放不了就算了，不会拿不到奖励。这边玩是好了，